生出来喽，两个都生给你们喽。当初说到做到，对不对？很开心你们陪我一起说到做到，一起见证双胞胎的出生。因为当初 Ella 去生小孩的时候，她是大概是那个那叫什么生产中心看过最多陪产的一位产妇。因为她真的她就是生就是在你的面前，我是摇滚区就像你一样第一排，我就这样亲眼目睹着她打开她的产道，然后进宝的头就从那边这样就这样出来，然后她大概有十几个人在她的产房，她就这样子生也生得出来，她真的是很适合秀的一个人，连生产都有一个生产秀。但没想到我这么害臊的人竟然让上万的人陪我一起生产，然后其实就反正都见到最后一场了嘛，哦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哦，就不是一直在讲说我是五专二巡生出来生出来吗？其实我每次开场啊，那门这样打开了，就觉得像一个产道，然后就这样呀被推出来。对，我就是这就是一个产道的概念，不是我自己这样想，导演不是这样设计的，好不好？但我其实内心就想说，啊，被生出来了。好像一个产道，现在讲比较好，因为明天不会有了，免得我前第一天如果讲的话，第二天的人说，哦，他要从产道出来
在你前进深海里。